走，OK OK，了。那也就说是呆呆鸟，哦，还有网红。先找人，王大毛，王大毛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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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样，我们先组个队，好不好？马老师，跑的，我是蟑螂打，我是蟑螂大哥，跑了蟑螂打，跑的蟑螂打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四个在一块，是这样，我们站着不动，嗯，先拍身份，先拍身份。秀才是加拿大，加拿大，好，黑皮，加拿大鹅，黑皮，就写了个鹅。黑皮鹅就写了个鹅，大毛鹅，大毛，我也是普通鹅。好，那这样，秀才，你看啊，你能拍出身份，我拍出我的身份，拍出身份会被猜呀？没有吧？这个没有刺客吧？有刺客，有刺客。这样这样啊啊！马老师，那我很尴尬。马老师，你是狼吗？马老师，不，我要是狼，我要是狼的话，我会给你提供这个信息吗？我直接猜你不就行了？对不对？不，那是发言的时候才可以、啊。对啊，但我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说出来呢？对不对？好吧。那这样，那你是什么身份？你是什么身份？马老师，请报出你的身份。马老师是这样的哈，你说不明白了，马老师。我拍身份，我也会被猜。我心理学来说，不，马老师离我越不，你别急，你想一下，我现在动你，我能动吗？我动不了啊，有黑皮大毛在。是不是？我动不了啊，珊珊已经。珊珊可以不用管他，我们先去找尸体，因为我们四个在一块很长时间了，对吧？珊珊他有，你看他问题很大，我觉得直接去饭堂。肚子里有可能有人呢，没有提火，我可以，是这样，我是好人。不管你，珊珊你已经太晚了，不管你，我们只要找到尸体，一定是你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所有好人别急，所有好人别跑，是吧？好人别跑，二四六七，没有人死吗？等一下啊，不，少一个。少一个，二四六哦八是吧？哦八个是吧？好，那这样，那这把怂狼局，怂狼局，怂狼局，怂狼，怂狼局。那这样，现在大谋，大谋秀才加黑皮，我们走，其他人别管，对吧？我们四个现在是可以作证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来。我还是啥意思？没人要我呗。你们都是狼起的，你跟珊珊他是大谋，谁报警？谁就是狼啊？这样，秀才大谋。珊珊别，珊珊你别过来行吗？珊珊你别可以别过来吗？好吧，好吧，不管你什么身份，不管你什么身份，我们先分开做任务，这样好吧？我们四个现在是在一块的，我们分两队，这样你们先保我做任务行吗？如果你是好人的话，你不要搅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吧？好，行，我先做任务。OK， 好，可以可以，我们一个一个做。对方那个队伍有两个狼，或者我们这有两个狼，直接双刀。对呀，对呀，所以说我们不要分开就问，没有问题啊。我们这里面最多一匹狼吗？马老师发言很正向。你想一下啊，你想一下，我们这里是不是最多只有一匹狼？如果两匹狼的话，直接下手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逻辑是死的吧？对的，不存在两。啊 ，OK， 好，那么行，我们现在大概率两狼。我们现在就不要全部在一块，不要走。不要走，全部在一块。哎，好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别走，你走你就有问题。OK， 你走你就有问题。OK， 好，有狼。好，掉的一发言来，哈，大谋，黑皮加秀才加我，对吧？必出一狼吧。好，我们先把我们这三个人先排好啊。是这样的，秀才。通过你刚才的发言，我已经感受到了，你很正面，在我的视角，我是一定要票黑皮的，好吧？你看我从头到尾，我所有的信息是不是有利于好人？我能不能打动你？绝对逻辑上是打动你了吧？我狼人不可能这么玩，黑皮一定是狼，他说不清楚的，他又拍了一个鹅，对吧？来 ，Michael 交给黑皮，秀才，我觉得你可以把 Michael 交给他，听他说，如果。啊，我其实我不用听他说了，我会直接挂给他的。秀才，我建议你跟我走。另外一队的四个人，好人的话，你跟我走，直接票黑皮，黑皮洗不清的，在我们这一个队伍，好吧，过。我拿命保马老师，过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里边是两个狼，如果我是狼的话，我不可能跟着你们三个人一起去走，对吧？那就是马老师和秀才哥是狼啊，你们另一边一个人也没死，那只有他俩了呀。很明显是俩人硬踩我呀，
这一波我的建议是聊不了的秀才哥，好吧，下一波我们再看看马老师怎么玩。聊不了的，我的身份是个鹅，我一直跟着走，然后大魔这四个里面出一个，我们四个里面出一个，然后顺手就报了警了，知道吧，我们这四个里面一定是他，他们这四个里面我不知道，我等会盘。嗯，我们这边不是焦点位啊，我熊可爱、C N 和珊珊，我们是在一起走的。然后珊珊她是后来的，聊不动，无力，然后知道吧？黑皮这波无力。嗯，我感觉啊，我的直觉就是，我感觉心有点怪怪的，好吧，过。他说心怪怪。我觉得啊，珊珊很奇怪啊，他为什么大家都不收留他？他很奇怪，我是和包包还有仙儿是一直走在一起的，然后后面跟大家相遇，我感觉珊珊很有心眼，过。他们这里面有个怂老，我跟你说，你肯定别聊我，我肯定是个好人，你知道吧？我是因为马老三不让我跟着他们，然后而且你看啊，我们这里面这个狼是专业狼，而这四个人里面的狼是什么？是刺客狼，对吧？这是死逻辑，这个是专业狼，他已经走了，这一轮他一定走，秀才一定跟我走。像铁狼呢，秀才哥说他是加拿大鹅。那秀才哥你也没有直接把这个黑皮踩死呀，所以说在我的视角里就是他们俩有点硬绑票打这个黑皮，我不太确定，好吧，他在搞事，但是黑皮他在搞事是不是好人我也不认他，好吧，这一轮我的建议是我可能会弃票啊，他在搞事，他问题很大，他在搞事，他还指出了他是加拿大先发言，我跟秀凯他们是在一起，我也有一点怀疑珊珊，也不对呀，那为什么不敢猜他吗？不知道，反正先把他投出去一定没错，一定是没错的，三票出了，这把好人还是听出来的，我盘的是一点没错的啊，直接报警，不跟他多逼逼，直接报警，不跟他多逼逼，这没把他搞出去怎么玩，这没把他搞出去怎么玩？我是狼，我是真。来来来来来，好人不要约来，好人不要约。刁德一发言，刁德一这波直接过来开饭了。我先跟你们讲一下为什么啊？黑皮一定是狼，有一个现在是两狼在，我你看啊，一二三四个好人加我五个好人，啊不对，有个中立，有个中立。也就是说有一个好人票没有挂到黑皮身上，你那个好人我不知道是谁，我开饭机会我已经用了，我希望先把这一批狼投出去，我作为狼我不可能第一时间过来，我开饭我这么玩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另外刚才有一批好人，有一个鹅没，或者警长还是谁没有去挂黑皮，我希望你这一轮必须挂他，刚才他只吃到了三票啊，来全票挂黑皮没得聊，他一定是个专业狼，专业杀手狼啊，直接挂他，你如果这一轮还不挂他，他吃不到四票，我们好人没法玩了啊，过。有的人可能以为我跟马老师是双狼，但我跟你说已经不是了，因为三三他一直在搅局，对不对？黑皮为什么是狼？因为我马老师还有王大毛，我们刚开始我们仨是一起走的，直到后期黑皮加入了战队手，突然断电，王大毛直接倒牌，而我跟马老师的站位是很远的啊，所以说马老师直接踩到了尸体，那么黑皮一定是那个专业杀手，你知道吗？应该黑皮跟王大毛是站在一起的，懂了吧？所以说全票出黑皮，套不了，过了。不可能，这一波的话，我看到了西恩包包，我们一起往开饭这边走，我们也想拍的呀，只不过是马老师手速比较快，直接拍到了。这波已经很明显的局来说的话，就是马老师和秀才哥是双狼呀，还是我上一轮的发言，这一波铁出秀才哥，好吧？上一轮第一轮杀的王大毛，他们就是看我过去了，直接爆了，我离他们分开了一下，直接就爆了。这一轮好人我们就直接先投秀才哥，先投出去一个，好吧，过。嗯，以第二轮的这个发言和判断来说，我感觉黑皮应该是狼了，好，这就是我的感觉，好，过，我投黑皮。 OK， 我跟票投票黑皮啊，过。我觉得黑皮的这你上一轮发言挺好的，黑皮，但是你这轮发言巨烂，好吧，过。看谁不跟票，西恩发言，我觉得黑皮这个发言应该是铁狼了，还有一匹狼全跟票，应该就是这个三，不敢跳。你的发言也很不做好，
就随大众，这是有可能的，跟票，这两个是上来就跟票的，所以没问题，猜队友呢，他这一轮不必须把他票出去啊，这黑皮绝对不能留。珊珊搅了一轮局，这一轮他不敢搅了，他再搅他直接自爆了，你懂吧？哎，四票五票全部给他挂上，必须把他票出去。 OK， 这样的话就好很多。那么也就是说修可爱和包包这两个发言是正的，找秀才黑皮，找秀才包包，秀可爱，嗯，没错，找到就赢了。嗯，对的，逻辑很清晰。名侦探柯雕，走开，你不要来来来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包包包包修可爱，来来包包修可爱，你们俩听我说，你从第一轮跟票，第二轮也跟票的，你们俩在我这坐好，珊珊第一轮搅局，第二轮不敢搅，我一直秀才来，秀才来来来来，这个珊珊把他踢出去，我没有搅局啊，哦，我不管你们搅局，我不管你们搅局，你第一轮是搅局了，好，来先先先先不一定，先是最后一个发言的，你听我说，好，珊珊你走吧，珊珊你走，你现在身份已经不做好了，你加入也没有用。对吧，你秀才和秀凯还有包包，我确定你们三个是好的，你们三个请跟我走，先没办法，暂时不能带你，好吧，你们四个，我这个珊珊不敢动手，不能带你玩啊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敢动吗？你不能动，来，我们四个一起走，不管他们，你要刀就把先刀了，你还要来是吧，什么情况，没错吧，头杀兄弟们，没错吧，我就是知道这两个是有问题的嘛，三三疯了，三三疯了，三三疯了，三三屠杀过，就这两个嘛，没错吧，一个呆呆鸟，一个刺客，所以他为什么搅局，还有珊珊，还有马老师啊，还有西安，然后警长是他，我们四个，哎，他这警长没开枪的时候，珊珊他追上来，他不敢开枪，直接把马老师给倒住，珊珊直接票吧，不用说，过，没错呀，我说这一点没错啊，我说了他不带，他也不带，这一刀我跟你说，这两个，我是紧跟着秀才哥和马老师，不可能带的呀，我一路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警长，我直接给他一枪了。我身后的是修凯，我直接给他一枪了，我不可能给他有机会的。你知道修凯必是那个狼，游戏没有结束，我三三直接负全责。不，他这个搅局搅得很僵硬的。先发言啊！他想拉票，我当时是走到那个门口，我最后过去的。然后第一刚开始见到秀才哥，秀才哥跑了。后来我找到大部队，我们往下走的时候，三三马老师说了：“三三，你别跟大部队了。”三三觉得我们要抱团，他没有机会。然后上去就把马老师刀了，不。那么现在我来给大家排一下，现在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拼是那匹狼，还有一种可能三三是呆呆鹅。那么，但是我更愿相信三三就是那匹狼，为什么？因为在马老师说别来沾边的时候，三三一直想要加入队伍啊，对不对？那也就是说，三三其实他是要做成一张好人的倒钩狼牌。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在刚才的那种情况下，他已经是被逼无奈，不是刚才我被面杀，啊，他们都无路，不知道吗？无法无天的做出了这个选择，直接掀起了刁老四的天灵盖，哦，这一票，哦，不管输赢，我是要挂给三三的，我过了。坏了，坏了，这个节奏给他带的坏了，坏了，哎呀，坏了。他都不说话了，你们还不怀疑他是呆呆鸟吗？对吧？他都坏了，哎呀，投我干嘛？我是好人啊！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我被面杀的，你们居然都没看到啊！哦，对他们啊，他们以为是我杀杀的。我就说有这种可能没看到啊，行，先上一轮的那个发言，警长负全责，这么这局警长负全责，对，这局警长负全责，警长负全责，这一局警长背锅局，我就说行，你快来了，你枪不敢开怎么回事啊，对不对？刚才珊珊这已经是死逻辑，直接给他一枪啊，对吧？然后西恩的话问题很大，但是可以把他放一边不管，你直接不管他是呆呆鸟还是狼，你直接给他一枪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，警长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是的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，哎呀，是的，犹豫了，犹豫了，有点怪怪的。对，高不负，高不负，高不负。OK， 准备，包包准备。开。